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现在去市场买点羊棒骨和一根猪骨，回去了炖汤。你要真要点那羊棒骨，六斤啊。你老师现在没分呢。四十三块五。哎。你给我敲一下吧。这是从网上买了点那个松尼特羊肉，这一个羊后腿，这一块羊排，先用这个买的这个羊棒骨呢吊汤，吊4到5个小时左右，然后下午了再煮这羊肉。然后添汤的时候添点农夫山泉，买了大概5斤的棒骨，然后又买了一根这个猪棒骨，这个跟这一块熬，熬出来的汤呢比较口感比较好。价钱在那儿，哇，这么硬啊，这羊屎硬啊。再将这羊棒骨焯下水，焯好水了，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。在料盒里边准备1颗8角花椒，然后白胡椒一起放进去熬，放了葱姜。现在已经开锅了，就这样熬着它，一直熬它个5-6个小时。汤已经熬了5个小时了，然后我中天的水少的时候我又添了一次水，现在已经汤已经很白了，而且这个汤呢喝着已经有点发稠的口感了。又开始下雨了，然后我挪到那棚子底下切去。这是那个白萝卜块，一会儿煮羊肉。看看情况。
丢盐了，这个。我没放盐，开火锅放盐。里边少放点盐，就放盐跟胡椒粉就行了。辣不辣的？不辣，行吧，挺香的。第二蒜蓉，你得和点这个。来来。咱就是多长时间烧的啥那个孜然呢？我愿意放多少？我光这样干，我一般不这样，我不光这样。热了，就是鸭肉。可以。这个肉也不像想象那么好吃，没什么味儿是吧？没味儿。这要是含香糖了，嗯。汤不来，不耐喝了。白萝卜不是来味儿，神奇。不喝汤。你就能带点这个，长点颜色。也没得。这不是软。啊，尝吧。这汤好喝吧？好啊，主要是太烫了。一会儿我再加点是金黄瓜，金黄还蒙高村来的。